让他进来。诸位，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刺杀大汗的真凶花木兰。杀了他，将花木兰枭首示众，以及大汗在天之灵。等等，花木兰不是凶手，傅寒玉刺史，我与花木兰在一起，所以花木兰不是凶手。真正的凶手是他，鲲鹏。公主，你是不是悲伤过度，脑子坏了？证据在此。哦，哎呦，哈哈，公主，这不是我留在你帐内的吗？干嘛拿出来给大家看呢？待我平定中原之后，你就是母仪天下的国母啊，你一定要跟我作对吗？你就是我的杀父仇人，我怎么可能嫁给你？公主，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大汗，你再这么做下去，无疑是发动一场内战，无数柔软百姓只会白白受死，你的父皇也不会瞑目。真正的凶手不是我，是中原人。无耻之徒！诸位，鲲鹏的所作所为，长生天都看在眼里。为了他那点可怜的欲望，谋害大汗，不顾子民死活，今日鲲鹏必须死。公主啊，公主，诸位，公主现在已经执迷不悟，一心想要内战，我阿史那布太心寒。敢问公主，你这么做就不怕成为柔然的千古罪人吗？倘若他日柔然生灵涂炭，你该如何与大汗在九泉之下相会呢？那就把一切交给长生天抉择。公主，你真要如此吗？